博士，我想请问一下，这次呢是我们第一次办两天的一个共修的活动，那我想请问一下，过去我们都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这样的一个讲座的活动，我们在这次的两天之前，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期待。那我想问的就是说，你在这个活动之前，你有没有预设想要在经过这两天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境界，或者说让我们能够有什么收获呢？你之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很好，你问这啊，我们确实这次10月10号、11号是很难得，在台湾了，至少是啊，过去没有这种经验。那只要你仔细观察整个经过，我们那时候好像是5月底、6月那时候才决定，好像是这个很晚，7月、8月才跟大家啊分享这个事情。后来就是啊，我听你们啊，大家同事跟我分享说，不到十几分钟就。整个就啊，反正七八百位就没有，就整个这个 ticket 就没有了。大家这个啊，这首先这一点我是感觉很抱歉。一方面就是希望跟大家这个道歉。很多人想参加，包括美国有好多朋友跟我联络，那这里也一样，对不对？各地嘛，好，那那天参加你也注意到，有很多这个各地都有，有德国、法国、荷兰啊。加拿大就大概几乎每一个省啊，美国每一个州都有，那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香港，那我想你们大家都注意到，几乎是一半，对不对？都是国外。后来礼拜六我们又在大爱办，啊，我看我在签书的时候，在抓每个人的手，在顺便问一下，几乎一半，我的印象是这样子，都是国外。或是超过一半，假如我们加起来就是不是属于台北的啊，台南啊、屏东啊、这个台东啊，就是所以这是相当难得，让我想就是很可惜，这规模就是那么大。那天我们还临时开放走廊让大家坐，因为很多人从国外来，我感觉舍不得这样子让大家来那么远。他本来想的就是希望创出一个奇迹啊，可以领到这个票，不应该吗？我们也都公布说，也有这个安全的考虑，种种的不舒服啊，老人家坐得走了，我们不应该有这个啊开放。但是那天是确实就舍不得，也就讲说好，进来大家抱着心有这奇迹，我们就给人家这个机会，造出这奇迹。那活动开始15个小时哦，你记得加起来15个小时，前面。第一天就三个时段，第二天两个嘛，两个时段，本来还可能三个，但后面人家需要用那个场地，我没有任何剧本，相关性就是最多只是把一些可人用到的一些投影片或者一些练习，请我们朱军老师、孟怡，我们大家把它集中起来，但是要用什么，其实我更就没有准备，也没有这个规划。临时就是在体验，其实我在体验已经几天了，都给我自己啊，这段时间都断食比较多，早就有时候陪大家这个用餐，其实那是我是唯一的一餐那一天，接近就断食，那就让我感觉可以体会到大家想问什么，想求什么，想得到什么，所以我们这个。很单纯想达到两个目的啊，这个首先就是想叫大家有可以得到进入进化，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头脑同步，让好像这个达到一个谐振 coherence， 我常讲，也就是说我们头脑太复杂，让它完全可以守住一个点，一个观念，或是眼前的一个对象，一个课题，要不然达不到这个同步进化。我认为我接下来要想表达的，或全部生命经验想表达，叫我们一般人很难可以懂，表面可以懂，理论上可以懂，头脑可以懂，但是好像跟自己的生活不相关啊。所以我首先我想进化，然后第二点，那天啊这个办这个啊那两天办这个活动，我想达到的。也就是让大家回转，在进化的过程，我透过引导让大家回转，注意回转，注意不是
不是到个客观的一这个眼前的啊一个体，比如说用呼吸啊，我们观察了呼吸，数呼吸，其实那个呼吸就是我的一个对象，一个客体。表面是这样子，进化我要先做一个练习啊，头脑要动一下，就是我们带着大家集中，但在集中的过程，假如你注意，我把它踩了一个刹车，做了一个回转，回转到自己，但这个自己是就是我常讲是这是意识的源头，我讲的意识就是我们相对意识，这个人间的意识，我们头脑在动的意识，这个源头，那这个源头你记得我在这本书最后这本书在我。一个弄错身份的个案，把它称为是大我，过去也用这个字大我，或者我有时候讲是因地，或是这个这个背景，或是心，但是讲这个会有点抽象，因为大家观想不起来，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甚至讲因地，那还是个头脑的理解，所以讲大我，诶，突然他好像可以懂，就还是一个我的部分，但是我是最源头。是个主体的身份，最又是主体又是主角，就等于说只有他，接下来没有其他，还没有延伸出来一个客体，还没有动，延伸就是动，头脑还没有跳出来，我常用这个手这样子，我们整天都在跳，都往前面跳，都在抓。其实我们讲心是在外面，从我们的角度，心是在外面。突然是回来，回到自己，回转到自己，进化，回转到大我，是唯一的这两天我希望大家亲手体会的。那前面我就带大家用呼吸啊，你记得用我在啊 I am 的呼吸啊，一路进入从这个熟悉关系，然后I am 的啊，我在的这个静坐，一步一步让大家体会到在什么叫做在，是一种很维系的感受，希望我们带大家这样子体会。做下去，我就体会到，就是因为可能大家有时差，有各地来的，心不够安定。我在那个场面可以体会到心不够，没有完全投入，所以我临时踩了一个刹车。做了一个多小时后，我就回到一个游戏的状态，就是用动，用我们的观想，用这个四大瑜伽、光子瑜伽、声音啊，这个等于说在办咖啡酒一样的，哄的大家，我们一起很热闹嘛，对不对？很精彩啊，时间过得好快，对不对？一天大家跟我反应，还没有好像反应过来，已经第二天结束了。用这种方法让大家体会到进化。其实我主要这次办的活动还是主要强调进化，因为我担心我们大家假如进化没有达到某一个地步，他接下来很难可以体会。那我时间就那么多，我希望这次彻底的让大家安静下来，看可不可以就是做一个很大的清洁，头脑上做一个排除，好多过去杂七杂八的东西，受伤创伤，看可不可以大释放出来。那这一点我相信有达到啊，有没有进入带大家到在，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就是有时候起不来，这个时间就那么多，你只能做那么多，跟大家的状况，我认为我还要配合。我假如我走得太快，跑的步在前面，大家跟不上。那不是大家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不晓得这样子有没有回答。博士，我那天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个是现场在我们那天有开放问答嘛。然后就是我发现，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问的问题几乎都集中在身体的变化跟反应。那我就觉得好像跟我们作品的就是那个基调好像不是很一样，还没有很一致。那我不晓得就是说博士对于这一点，因为大家也难免会关注身体的反应。那博士有没有什么要
补充给大家的。你讲的这几句话，你们两个都是重点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你先表达，就是在反映我前面所讲的，也就是说，我可以深深体会，很大一部分的，当然有少数有几位是相当有他的一个心啊心灵层面的一种体会，他是很安静，在很沉默这样体会也有，那天也有。那个他的这个生命场是不得了当啊，但是大部分的朋友都还是停留在一个身体上的范围，身心好了，这样讲感受啊，身体哪里有一些转变啊，有一些气脉的动流啊，心里难过啊，舒服啊等，全部都这些，就是我讲的一样的，就是说，他还是被这个障碍，被这个身体在骗我们，认为就是说。某某人啊，你就是那么多，你就是这个身体，你离不开这身体，这个身体你是主人哦，你要照顾他哦，你要体会他哦，你跟他同时生存的，或是你是占领他哦，你是主导他哦，所以你就是他嘛，对不对？身体不断的在告诉我们这样，就不知不觉，你记得我讲，就是成立一个小我的 complex， 小我的一个体，很完整的一个体哦。对不对？我可以摸自己啊，手啊，感觉这是我是单独存在的，我是单一的，就是这个啊，我是只有一个我嘛，独一无二嘛，对不对？只有我一个人，只是某某人什么骗了我们一辈子，就是 individuality 啊，就是我认为这个体是很有特色的，我有个名字，我有个故事，我生在哪里，住在哪里。是教育背景是什么？我的人生故事很精彩哦，你要分一点时间听我。当然你的故事也精彩，但我的比你更精彩哦，对不对？我们同时人都会这样子。我听看到你痛，但我的痛比你的这个感受更深刻嘛，对不对？我，所以你刚才反应就是这样子。那天从这些问答你也可以听到，就是还是在一个身体的范围，那是这个是 OK。你看我也是很耐心回答大家，为什么这是 OK， 完全 OK。 那我们做真元医做那么多年，自助做什么？帮大家买时间呢、啊？他心里有障碍，身心有障碍，有疾病啊，或什么大机会来了，你帮他找到一个 solution， 或者给他另外一条路，让他从一个全面的这个生活去做一个变更，最后他的问题帮他忙了，帮他买时间，但是无形当中正在谈一个更深的层面，在转达更深的层面，一个心灵的层面，互动心跟心共振的层面，所以都是好事啊，没有事啊，从我的角度没有矛盾，因为这个身体也是跟心离不开啊，对不对？虽然前面全部这注意摆的是这个身体，但有一天他这个解答了，他突然做了个反省，是 OK。是 OK， 当然从我的角度，我可以帮助大家加快这个步调是最好，不要整天谈身体。就像我们同事们，我也常提醒啊，花点时间研究，还不是光去看这些书，自己做一点体验啊，做一点练习，就讲不要在一个理论层面。你们也常听我讲这种，都是为他们好，在一个整体 ，nothing matters， 没有一点没有关系，你们也快不了，慢不了，就刚刚好。就是真的是刚刚好，每一个阶段会找到哪一个老师，会找到哪些工具，都是安排的刚刚好。那最多我们就是什么往前走啊，他有一些问题回答，然后看这个从这回答是不是又可以转回到心，最多只是这样子。那天很精彩，你看那些好多朋友问的好很好一些问题，有些是 OCD， 有些是在讲个人的家庭小孩子的教育怎么去影响到小孩子，有些在讲说这个他一些好转反应，大的好转反应，有些人会讲到他个人的动机是不是说在修行或是在做全部生命系列，还是为了自己，为了达到一些目的，这些都是很好，我这种很宝贵的问题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嘛，你这样子也知道难也是难，讲简单就简单，但难因为有个过程，他过去全部停留在身体上肉体上，你像突然跳出来是不太可能，没关系，我们有耐心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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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一次一次这样体会更深，回转更深，就这样子，就像一个人从上面跳到水里面，这个
不，前面不知道怎么去潜水，他啪一下就用横的跳上去，懂了，他是直的跳下去，越跳越深，就这样潜水潜入自己，越来越深，越来越不费力，但是有了一个出发点，有一个切入点，都是好事。我分享一下我参加共修的心得。我参加过博士是很多演讲活动了，那我第一次参加这样两天性的共修给我很大的震撼。当然在共修的过程，我的心是欢喜的，然后也非常讶异声音会有这样的能量。比如说在带领观想的时候，我感觉到花瓣是一朵一朵的落在我的手掌心，然后想伸手去接住它，诶，又没有了。那或者是说感觉到风，风是清凉的，慢慢的吹，徐徐的吹，但是他把我一步一步慢慢的把我这个人都吹散了。那我虽然整个被吹散了，没有在这人世间，但是我的心是很欢喜的，所以我整个两天的过程是很快乐的。但是结束之后，我有很严重的后坐力，就是像一结束之后，我跟我的一个共修的朋友讨论，然后他也说，觉得当下很欢喜，结束之后有一种人被掏空的感觉。那一离开这个会场，这个感觉突然很快速的变得很剧烈。我上了捷运，我在捷运，我突然就快要吐出来了，要忍着不要吐。然后一回家之后，我觉得我人整个宕机好几天。我这个宕机是我整个人没有办法思考。然后，与其说是我身心分离，我觉得更像我跟世界分离。我觉得，我很讶异，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喝咖啡也没有办法改善。然后觉得，但是我也觉得说，诶，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一直没有办法思考，我没有办法真正这几天绝对没有办法回到人世间，没有办法脚踏在地面上。那我想，也许这也是清理的一个部分。然后我自己也很好奇，也很期待下次的。如果有机会再有一样这样子的练习，是不是会带给我不同的反应？然后我也想知道说，为什么之后我会有这样子跟世界分离的感受？谢谢。好，很好。那，首先我还是要恭喜啊，恭喜你啊，这些经过都是很好啊，都是从我的角度是太求不得的，这是一个过程，什么过程啊？因为你平常很忙，甚至有点这个有点躁。你记得我过去也讲说，这个稍微有时候还是要踩个刹车哦，你稍微有一点躁哦，有一点就是动作太快。停，没有停下来。一般这种个性，突然踩一个刹车，而且你过去很敏感。其实我过去都跟你讲过，你前面前世都在做修行，自己忘记了。那这一生我一直在提醒说，不要被带走，不要被环境带走。好可惜，找到了一点根，找到了一个小尾巴，抓抓啊，我们不要放掉。但是，假如一回到人间，被盲目。家里啊，家庭啊，孩子啊，什么事啊？一眨眼，几十年过去了，那时候大哭一场，给人体会，或是说不定还不一定体会，对不对？过去我都亲自跟你讲过这些话。那一个人他平常动作很快，思考啊都在动，那踩了一个刹车，突然踩了一个 time out 刹车，那你是很敏感的体质嘛？其实是很敏感，对不对？有时候你自己不晓得。像你刚刚讲的花瓣掉下来，感觉是在掉到身体，这就是我们想给的效果嘛。所以很好，你那么清楚的表达风啊，风的解散的力量，为什么我过去很少带出来？因为它的力量是大，比不会输给火。一个人解散这个，他就是就等于说用这个大元素啊，这四大元素把它解开，让自己知道是其实挖空了。就像你刚刚讲，没有东西存在，本来就是你没有东西存在嘛，是你这一生被骗了，才认为有东西，好像有很坚固的东西。在这个踩刹车的过程，你的注意有一点就是说，做了一个停留，做了一个 down 啊，做了一个回转。我集中在一个点，这个点就让你守住了，你跟身心合一了，这就是一个，也是很大一个进化的一个过程。
我在讲前面讲净化，其实就是在讲这个。突然合一了，还不一定转回到自己哦，真正自己大我，你就是跟眼前的东西合一了，就有那么大的效果。那合一了，你这个回到家在捷运啊等啊，身体还在继续的进化，还在继续进化。你记得我跟大家讲，不要忘记多喝水哦，多休息哦，话少讲一点，多到大自然哦，多吃一点比较清淡的东西，素哦，素菜的，这几天多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小看这个经过，它是大进化。那进化就是会有一些好转反应，好转反应不是光身体排泄啊、尿啊，可能会很多这个大家回去，诶，怎么会有那么浓的味道或是怎样啊，肌肉好像像有一点感冒了，这几天爬不起来啊，或是这个啊，就是很精彩，每人都有。头脑思考上也会有进化，思考进化就是会有一点迟钝，感觉好像空的，没有多少念头，反应稍微有一点慢，这些都是算正常。不要去追求，不要去分析，我这个在当场也讲过，对不对？不要去分析这些，把它当作最自然的，过几天它就没有了。因为我们集中在两天，所以它当然这个作用特别激烈，会反映到每一个部位，生命每一个部位都会出来。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只要你有机会让他讲，包括他遇到的困难点，遇到的一些门槛，一些纠纷也好，一些这个心情的结，这一段时间全部会发出来，好像这个业力把整个这个从皮肤这样扒出来，扒出来啊！只要一个人用很平，为什么我今天想录这个也是这样子，想跟大家打招呼，就是你很平凡的看，让他什么来，让他走，不要再从里面找一个原则，找一个解释的一个道理，完这样又耽误更多时间。他来就当来吗？他想来折磨我，就让他折磨吗？最多只是一个伤啊，就过去了。但是这种清洁是从一个潜意识的前面，是不得了。你可以一生没有那么大的，那这个就是你可以想两天哦，讲更多天那是不得了。而且为什么在国外有时候有机会，刚刚好也不去公布有这种活动，假如有几个朋友找我啊，几十个朋友啊，我最多就是沉默，它是最温和的沉默嘛，你不讲话总是没有尽头，但是那个作用一样的大，甚至可能更大。它是就像我说，你记得我讲说，我期待有一天是带大家沉默，但是这时候还不行。假如我今天在这个环境，这个啊，我们这个团队，假如沉默的话，大家会无聊，坐不住。但有一天还是会了，这样子你看讲啊，你可不可以接受？那就最多只是把它这个用沉浮，什么来拉什么走，不要去解释，不要再加一个头分享。我个人想吐啊呕啊，有些人在当场都会想呕。我记得我们用不同的呼吸来做进行，都是这个身体的转变，不要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也不要去做其加一个层面的说明，大概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会不会办？说不定不会。我讲很坦白，也许一方面时间方面也耽误大家好多时间，从各地来坐飞机，我舍不得。也就从德国，从哪里啊？我感觉从南美，碰到几位从巴西来的，还跟我还考验他们用巴西话问，哎，真正会讲巴西话。西班牙话也会讲，那所以这个难得就是这样，好转反应。刚刚在讲好转反应，就把这当作一切的好转反应，它帮你加快速度，加快速度做什么？谁晓得啊？每人有他自己的一条路，这好像就加快速度走下去，这样就对了。这一生该完成的尽快完成，要该找的尽快找到。最多是这样。不是，今天这一场的这个10月10号、11号的这个活动，让大家应该是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净化的呼吸法。那这个净化的呼吸法，
让几乎在场几乎绝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心里的一些是一些说垃圾都把它排出来，那这个的效果跟反应非常的大。那当然我们也想，也博士也提到说再怎么样都不要再去分析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还是很想知道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大的一个效果。再来就是说，如果未来不管有没有这些活动，自己在家里能不能做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净化的一个呼吸方式。因为当时那天在活动当场，博士有一个很大的能量，之前我这次真的吓到，博士有这么大的能量可以把整个场面给他控制下来，让大家再带回来。如果自己在家里做的话，自己没有那个能量，没有一个能量把自己带回来的话，会不会有不好的一个反应？是不是应该要在这个共修的场所有众多的天使长或是一些佛菩萨的加持的这样子的环境之下比较安全呢？很好，你再进一步讲哈，你再进一步讲一下这个那天什么反应。很多朋友参加，朋友不到800位嘛，这是最可惜嘛，对不对？很多朋友听你讲也许不知道，就说啊，这个反应哭啊笑，你讲个具体，这样大家可以听到。在那天在讲的时候，在做净化呼吸法的时候，其实好多人一开始是有人先笑，先狂笑，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一个笑的声音？没多久又有人哭，然后呢，在我的身边就有一个小姐，哇，整个就嚎啕大哭起来了。那接着整个会场上面此起彼落，非常的让人家震撼。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整个真的心里面的垃圾全部倒出来？非那个场面之所以，因为我个人至少在跟在座的同学来讲，我参加过的宗教的一个法会不在少数，也算是蛮多场各个不同领域的一个宗教的系统，我还没看过这种场面。那这个场面再加上是说以博士这个能量能够把大家镇住再带回来，这个我更是没有看过，所以这个部分的话真的是让我很吓一跳。那这种当然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会不会期待再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再出现未来的活动？当然这种期待我觉得是不好的。那但是我也是很想知道说，请博士再指导一下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一直非常疑惑，我虽然当天我没有哭，但是我的眼角是泛泪光，我自己知道说有被感动到，但是还是心里存了满满的希望博士可以给我们一个指导。谢谢博士。我再进一步问你哈，你那天听的这哭啊笑，你用这个狂笑狂哭，有没有一个这个频率或是个距离，还是说这是你自己观察在坐在那样听，它是不是有一个是有频率的？有频率的、是有个频率的。你要不跟大家说，他在笑的时候就是一段时间，还有一个重复性的一种感觉。哭也是一样。那哭的话，因为其实很多人还是会比较一开始会比较收敛一点，但后来整个情绪放开之后就是一直哭一直哭。那他好像有一个节奏，好像存在一个节奏，那这个节奏不会讲，就像后来 QA 的时候有一个人不是说他一直笑，但是这不是他想要笑，他就是不由自主的，就是有一个一直笑一直笑，有一个好像那个垃圾是自己出来的，自己跑掉的。那这是一个很相当特别的一件事情。好，很好。这个我用另外一个方法做一个很简单一个说明，因为这个经验，这个经过，假如你没有亲自在那个场面，就像刚听这位同事在讲，不见得清楚在讲什么。所以那过去我也试得在好多场面，你们还记得吗？我说我们都用这个短长呼吸，用这个有规律的呼吸带动，但是因为每一次时间太短，
而且就是有点在引导大家不熟练嘛，我们就很难达到这个效果。那这一次当然没有时间的这个限制，所以突然就是让大家可以自由哈，慢慢一步一步带进去，而且同时这个也稍微有一些技巧，就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手就是 SOP 了，稍微做的方法有一点改，因为我带着大家我比较放心，感觉随时需要收回来。那我们有一个作品叫重生，对不对？重呼吸哦，里面其实也有，但是那是做一个比较温和的，就是考虑你刚刚讲的啊，自己在做啊，这不一定要很激烈，因为不在旁边呢，这样大家去体会。那也有一些朋友，这时候在美国跟我分享说，他也有这些效果，只是说他不会去跟别人分享，我也跟其他讲不要把这当一回事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潜意识 ，subconscious， 潜意识就像一个档库，把我们这一生前世，我们有好多传承了哈，这个资讯传承，一个是这个 genetic。遗传嘛，我们生物母亲啊父亲啊，这整个他一个体系嘛，在这里面存档。Genetic 是个资讯嘛，就从遗传是什么，遗传是资讯啊，传承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还有人类的，还有文化的，还有历史的，还有业力，还有各式各样方法的传承，这些全部在一个档库叫做潜意识。我们可以这样讲。那同时我们有带着每个人带着潜意识，但他看不到，我们怎么去体会到潜意识，有时候浮出来一些念头，浮出来一些记忆，我们也不晓得从哪来的，甚至我们有时候受伤，怎么会一个受伤跟我一辈子，不光跟我一辈子，还可能下一辈子下下一辈子，对不对？就从这个自古以来都是这样解释，确实是这样，我们也可以体会到。那一个人在一个过程就是进化进化进化，这些潜意识很多留下来的疤也要把它释放出来。那怎么做？当然你可以去做心理的疗愈，去分析啊，我这一个障碍，比如说我有一个强迫的这个一种行为，或是一种异常。他一直分析怎么来的啊，可能会想到我小时候受伤，或是用 Freud 的方法一直去追求这个根源，就是追求永远追求不完的。甚至很有趣，当时 Freud 去帮一个人催眠，他那样有时候这个想，我对我就他那时候讲想找到一个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关系，跟我父母啊跟我母亲啊有什么关系，怎么来的。但一个人催眠到最后他突然跳到前世了，他那时候就不敢再讲下去了，也那时候还没有，他认为前世不科学嘛。但很多很多病患，这个病人他坐那样躺，他跳到另外，他知道是前世，他也心里知道，那这样子追求不完的嘛。那前世呢，对不对？永远讲不完的。所以我一直从我个人的观察，不要去花时间去做这种分析，不是说这分析错，那里面也有 Q&A， 有人问嘛，没有错，没有东西是错，它可以帮助人，为什么不让它帮助？所以这个这只是一个不同的做法，一个 alternative， 一个选择嘛。那怎么去把这潜意识的东西浮出来，把这些痛伤啊，这些伤口啊，这些疤，情绪疤 ，emotional knot， 情绪结啊，把它打开。把它示范出来。那一个方法，从我的这个自己观察，最快方法是呼吸。呼吸是，而且这古人老者都知道，一讲这个，假如有我们这里有几位古人，这个都有大师，这个亲自他讲说本来就这样子。因为呼吸它本身有个规律，有规律，它本身也有这个就是可以控制。voluntary 可以控制，可以用意念去控制，它也有部分是非控制嘛，控制不了嘛，没办法管制嘛。你睡觉的时候你没有去管呼吸，它还是照样呼吸，要不然你人不在嘛。这个你记得我在好多
场面，好多作品也有写，对不对？重生，比如说它是像个一个十字路口，因为你也可以去管制它，你用，你也可以放过它，给自己，那它这个作用就大，它是一个对我们身体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工具，因为你可以牵引它，你可以利用它，你可以好像用一些练习，可以把它引导它，是这个意思，那又同时有道家，好久上千年的这个学问，所以我们身体其实不是光有这个循环，这个、呼吸，还有个小宇宙的呼吸在这个丹田，这个小宇宙的呼吸是像个马达一样的，它会它带动起来，它会把整个身体净化，它会等于说像个为什么叫个小宇宙，像小这个头脑一样的，它可以自己运作。那当然我们认为是比喻，是个假设或是一个啊，是个表达的一种比喻而已，不是真的。又从梵文的角度都知道，从这个鼻孔后面，鼻子后面它有一个，你记得我讲的叫 nadis， 就是梵文说是像个，还不是光是穴道，它是一种还不至于是一个脉轮啊，脉轮更大，但是个小脉轮，这样讲好了啊，是一个，因为假设神经化，我会用 plexus。它是这个一个集中的一个点，一个小中心在我们后面。我现在讲的是在一个能量的层面，还不是个神经或什么，所以我们平常看不到。你懂了这些，你就可以开始就做实验了。做实验，记得我讲说嘴巴闭起来，然后我们可以极短一长呼吸，对不对？这样做啊，这样半个阿九大家这样子做，但是做长了。啊，就那么简单，而且你放掉，因为我带着大家嘛，他不用去想，我们引导，用我的呼吸引导大家，他自然把嘴巴闭起来，他自然从后面集中这个气，吐气的时候其实他是回转，嘴巴是闭的嘛，他有一个这个有挡住，有一个这 backup pressure， 就是有集中，你不让这个嘴巴张开嘴巴。没有一个，它不会集中压，没有压力吗？没有个回转的压力吗？嘴巴闭的，回转压力，回到这个鼻的根，扩到大脑、小脑、全身光啊、气啊等 prana， 那么简单。这个做起来，本来前面是费力，你不知道做，当然费力嘛。但是我们做了，你看五分钟、十分钟，大家不费力了，就带来一点，就是它本身像个小马达，就是道家讲的小马达带动起来了。带动起来以后，你是挂到它上面，它已经带你走了，带你走哪里你也不知道，就跟着它走。在这时候就进化的透这个深度大到一个地步，把潜意识的这个全部挖出来了。你潜意识它就在等着一个 outlet。就像一个水库，没有出不来啊！突然你打开了一个小洞，它就开始流了，流出来了。那流出来的这个，都是一些过去的创伤，过去有些记忆，可能会甚至会回到这个母亲，在母亲的胎里面。我是做小婴儿，为什么我讲说你在家里面有个水池啊，可以这样子试啊？啊，等于说你把整个环境都让你有点在洗脑，或是把自己。做一个小制约，就是我就在一个小母亲的胎里面，把好多记忆这一生全都想起来了。但这个我都讲不要去追求，你想框架好了吗？你在期待吗？下次我可以重复这重复那个，这是就有走错了，又走歪了。这重点不在这上面，不是什么经验精彩不精彩，笑哭都不重要。那我们华人很有一个特色，这个过去这个太保守了。我接触，你看我回来，你有发现我都喜欢抱人。坦白，在国外也喜欢抱人，但在国内抱人哈，有时候甚至出家，我真是感觉不守规矩。但是我是，人家也可以跟，
也可以感受这关怀这个爱，用个抱比你讲一大堆话都更重要。我想大家都可以体会到，不是一个没有男女的有什么肉体上，这更久对我不重要。抱人为什么喜欢抱人，尤其我们亚洲的人啊，华人还不是光华人，亚洲，因为我们制约太重了，包袱太重了。有时候我抱女孩子她还会想叫我抱一下，男生他也想叫我抱，但是他硬邦邦的，就这个制约过去就是压抑太重了，所以在这种场面他不容易让这个情绪释放出来。会尤其像你刚讲男士，我还坐得很稳，对不对？但我在国外我跟你打赌，我就是你男生，我会逼你到最后，我有的一个方法让你完全会可能大哭，或是这个把全部过去这个哭不完的又发现这一生就像你讲的全部都是垃圾，你是行为摆的角色，自己这个高高在上也好，人家讲了一句话受伤了，对我不尊重，全部都是垃圾垃圾，我们是垃圾组合的我也是啊，全部是垃圾组合的，有这个小我就是垃圾嘛，小我是个局限嘛，垃圾我讲的意思不是好坏哦，就是垃圾就是局限，是限制嘛，制约嘛，包袱束缚等啊，这些很难很难放下来。所以你看我们在这场面就跟我期待一样，先从女孩子女士开始带动，也开始笑起来，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大笑大哭啊，变成好像 out of control 这样哭，因为表面上是 out of control， 不是，是有个东西带动她，她受伤越大她哭的会越大，会笑的越大等啊。然后接下来男生开始掉眼泪啊，开始感动，到时候整体对不对，那当然差不多了，我本来还想啊舍不得让大家再这样子，但是我也可以同时注意到有些人他会受到干扰，因为他不习惯或是认为质疑到底怎么回事那我就等了好像想不起来十几分钟或多少啊，他差不多把他们收回来。那这个只是让大家一种体验，没有它本身没有什么代表性，让大家因为我一直进化感觉好，干脆我用个最激烈的手段一个方法来大家进化，大概这样子。所以我接下来讲说不要去分析，甚至好多朋友期待讲说你可不可以晚上也带我们，明天也带我们，第二天也带我们，我说 no， 包括我们同事哦，每个人都帮大家在争取，说可不可以为他自己争取说可不可以去重复，我说 no， 你看我一直完全就知道大家期待，但是坚持不要，为什么，就是希望第二天记得我们就用很温和的方法叫大家体会到爱，尤其我们好多男士人说还没有体会到什么叫做大爱，让大家体会，所以这样子很温暖，让大家可以收回来，不但收回到心，走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礼拜五晚上嘛，礼拜五下午很安静的放大家走，不是很激烈，有什么啊？有什么精彩的东西？回家做这个啊，从这个重生里面都有一套的作业，事短一长啊，比如说这啊，跟着这样做一点事都没有，那大家不要去追求很激烈的反应就好了。那你也追求不来，因为那天那种场面那个能量是不得了，它像个金字塔一样的，我们大家是在这个金字塔下面啊，大家带来的生命场集中同点终点，它变成就是扩展出来。我也跟你分享，跟大家分享，你看很奇怪，好多我朋友，我的一个小生啊，可以讲是一个神圣的团体，都是这个金头发红头发都外国人嘛，不懂中文啊，我也不会跟任何人讲，这个活动是在台湾用中文嘛，谁晓呢，一个一个来了，从 Australia 从哪里，法国人这个金头发那个红头发，这个我讲金头发意思他不懂中文嘛，跟我讲说你在做什么，而且好准了，就是我们开始的那时候一段时间几百个这个里面能量大家组合的是不得了不得了，是大家带来共同的一种共修的一种精神。那所以在那个场地，在那个啊时点，在练习的这个经过啊，会一些反应，是你在家里面不要去追求，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能量啊，也不一定，有每一个人
就但是这些都不是要追求一个激烈的反应，倒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这样啰嗦给你解释这个机制是什么哈。我希望本来假如有个更科学的语言可以讲那是最好，但是就是这样子。那当然也带来一点氧气，我们快速呼吸这样子啊，也是氧气很满很足，这种它也是本身它也加持一些变化。好不好，大概这样子。哦，博士，我再问一下，就是说，我听到很多那个学员哈，在中间休息的时间，或是隔天会去提到一个感觉，就是在经过大哭大笑之后，整个人被掏空之后，回过头来再去做这些爱呀、啊、这些债啊、觉啊这些练习，他反而更能够投入进去。所以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就是说，一定这个过程 SOP 的概念，是不是一定要先有进化？然后这样才能够一定才能够进得去，还是说其实不见得一定要这个样子？很好，不见得。但是对我们一般人，因为在这个世界活，我们在这个太步调太快了，对大部分的人是需要进化。没有进化，他是懂，可以懂，表面懂。进化就是我用你的语言挖空了。挖空了，挖空没有东西了，没有东西本身就是大爱，本身就是债，本身就是喜乐欢喜。为什么大家有种欢喜啊？有些我碰到一朋友讲说，他手都是麻的，就是好像在一种快的感，还是怎样一种，他也没办法解释啊，就是这样子。有那我就在抱嘛，在耳朵是只是跟悄悄话这样子讲，就是不要去追求这些，不重要，不重要。所以挖空了本身就是宁静啊，就是沉默啊。那这时候你不用，我不用讲话，你懂了，就是这就是你啊。是因为有一个阻碍，垃圾垃圾你在讲头脑，我们烦恼很可怜，这一生啊走虐待自己走了有那么多，它是个阻碍，让你有个东西本来是空的嘛，它在一个东西在一个阻碍。所以为什么我会用这个比喻，云突然打开了，太阳从来没有动过哦，太阳说啊，终于又等到了，对不对？但你不把这个挪开，不是人家的问题吗？啊，所以进化那么重要。你还记得，因为我知道你对佛学有啊佛法有兴趣，六祖那时候进五祖，他老早已经进入一个空的状态，他没有任何垃圾垃圾，把他母亲安排好，二十几岁出头，这个把家里面他要这个离开，他要这个啊，完全舍离，全部他把事情先安排好嘛。这个安排好了，他到五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片空，他没有任何这个障碍，他已经老早进化到底了。全部这大圣人走到最后，讲他的，因为他的福报是不得了。所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没有受到污染，就已经是进化，他是进到这个世界是进化的，没有被污染，在很年轻的时候一下打开了，就发现啊，就这样子，这不是人家教出来，不是他读哪一个圣人讲什么话或什么，亲手去体验的。那我们现在不是大圣人啊，对不对？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界制约到现在哦，所以最多可以做的是什么？进化，不断进化，不断的 ready， 把自己变成 ready， 就是啊，准备好，准备好什么？接下来不要去追求，宇宙会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假如有准备好来做什么，伸出来头再看，再找，再得奖，又增加了个头，其实你没有完全进化。所以就这样，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所以你看回头想，全部是命，我需要把一个理论的架构丢出来，还需要用现代的语言让大家可以听懂，那讲说这不是用宗教在强调什么宗教，但也没有否定任何宗教，对不对？因为有些人听到宗教他就感觉现在是科学的年代，你太敏感，好，我们不用这个啊，我们不要用任何宗教语言，用最平常平凡的语言，现在的语言，一个理论的架构，
有些人他可以静坐几十年，他不晓得静坐什么。所以这个我也需要在这里面着手啊，踩一个，叫希望大家踩一个刹车。你总是要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或者不在做什么？一个理论架构，接下来是体验呀，是练习。那很多人认为我写那些练习是个只是个比喻，在书里面，我常问人家你有没有练习啊？怎么练习？对不对？练习是重点啊。以理论架构是来体会练习，或练习来解释这个前面读的，但是那也没有关系了，就大家这个就是多几次就熟练了。所以进化的重要性，为什么在前面10月10号前面就讲说我这只有两个目的哦，最多只是进化，然后另外是注意回转到自己，你记得就这两个，我今天没有什么目的，我相信很多人失望啊，进化回转，我家里面也可以做，做不了，因为你没有制造了一个神圣的空间，不是说我们在这个会场好像你的心不够纯，不够，你不够诚恳，真心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信仰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所以你做不了。来的这种场面就是它一个能量场，好像就是说我不管你诚恳不诚恳，我不管你有没有真心，不管你信仰够不够，我拉着你走，不是我，就我们大家拉着走，互相拉着走，你看有什么地方可以躲，我是想这是一个共修的力量，一个神圣团队的力量，自己怎样做当然看你的福德有没有，从我过去观察是比较难，进度比较慢，碰到问题也不知道怎么，你看这样很多人很多问题没有机会给他回答，好像一个力量就带着走就压过去了，那问题也不存在了，对不对？他已经又到下一个阶段了，问题又来了，又跟着这样子快速在跑。其实我想要接着问，就是博士，你刚才其实已经把我现在要问的问题一部分已经解决了。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里头也听你的音频的这些音声作品，自己也吃得很清淡，也运动，也很规律的运动，我们总以为我们已经达到一定的一个进化了。可是经过这两天的共修时间啊，我不知道说是因为这个场的这个能量，还是这个时间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比如15个小时，所以才会让我们在结束之后有那么大的一个好转反应。我刚才前面就是说，我们在家里也经过那么长时间的静坐啊、运动啊、吃素啊，可是好像没有这一次就这样的一个深度，感觉上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应。那我在想说，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有这么一个场域的空间，也需要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来做一个好好的进化呢？好，很好，这个其实都有啊，都有，就是这个进化品随时在进化。你记得我常讲点点滴滴哦，一个人醒过来不要马上爬起来，给自己几秒钟的时间，最好几分钟了，最少几秒钟时间可以做个净化，可以做一个回转，可以做一个感恩，准备这一天下来每个步调。睡觉是最后一个念头，也是个感恩，也是个回转，就是说点点滴滴一个人24小时看，尽量有时做不到也是 OK， 原谅自己嘛，放过自己，都在做什么？都在做进化，都在做个回转。那这样的话就在准备自己，准备自己什么？接收一些恩典。那这个有时候这个一种共修尤其在这个因为大家都准备好，都在往前走，都在不断的进化，它是带了一个大的恩典，大的恩典。为什么这种传体的生感，传体的力量有那么大，而且未来将来地球会很精彩，很多事情会发生啊！这个现在已经在发生，快的频率啊，你看这个就是等等了，我一讲大家可能会多想，所以我也不愿多讲，这是难免嘛，这是本来就历史，它不是固定的嘛，地球也不是固定，太阳也不是固定的嘛，都不算在变啊。到那时候现在讲的观念会更，大家会更重视，会到那时候就会团结起来，相同的想法，他的频率会不一样，跟一般人他就
会自然会找到，互相找到，会一个团体会出来，会一个神圣的团体会出来。那时间长啊，你刚刚讲也有帮助，因为你不是光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在这种一种啊，在这个能量是个金字塔的这种环境下，它一再累积，一再累积。那你平常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也可以讲是个大休息，对灵方面是个大休息。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神圣的空间，都有啊，这个是相对相成的。当然有些人他也是很成熟，他自己一个人就醒过来了，他也不需要，对，好像这种感觉很听的也费力啊，就醒过来了，看到一只蝴蝶醒过来了，看到一只鸟早上做捷运醒过来了，对不对？那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步调比较难，过去比较方便比较容易，所以都有。你讲得很好，是几面一体，就是说自己习惯守住，自己念头守住，24小时其实都轻轻松松的。你看你不需要做盘腿啊，不需要，你随时盘腿最多是两个小时一个小时，你都在懂了什么叫回转，懂了什么是有个在有个爱，回到原点，不断回哦，这个念头回到原点，从原点再看这世界，不断的在这种练习，不断在体会，你不知不觉就成熟了。成熟就等着一个，好像一个人敲一个棒子，或者在哪一个场地，在哪一个小老鼠、一个小狗、一个小猫跑出来一下，这就是你最好的老师。所以你看，我一直在讲，我最多只是想把大家交给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老师。这个老师不一定是有肉体，是人体了啊，最好是有人体比较快，但是有时候是一朵花一个啊。大家认为我在讲个比喻，不是，这个一个老师的角色，最多只是帮你回到这个出发点，你本来就有的这个点，接下来是个宇宙来恩典你，这宇宙就是你的老师，他当然可以化身在一个某一个人呢或什么。但是都已经不重要了。你看这样子啊，有没有，又不晓得有没有回答你。好，那博士，我们就是你的活动哦，不管是短的演讲还是像这一次15个小时的共修，就是结构调整或螺旋舞，都是一个就是里头一个很就是我也不晓得要讲重要还是什么，但是就是一定会出现，而且每次带的时候，就是你在旁边，就是同时把一些全部生命的观念这样带出来的时候，反正就是说这里头好像有一个比单纯的运动更深的层面。那博士可以就是多说一点吗？对，很好。这次我想大家都有体会到，很享受，也没有时间的限制。所以你看我们几乎每一个时段都带出来结构调整，而且结构调整不需要多少动作，对不对？螺旋舞不需要多少动作，很简单，大家就做起来了。这一方面考虑到就是大家坐得太久需要动一下，那又不方便，在那个场地你知道每一个人站起来运动，那会乱嘛，也有一个安全的问题啊，有这个考虑就让大家这个休息一下啊，这个。但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层面，是把这个动作结构调整螺旋舞变成落回到我们生活中，我认为它是太重要了，它可以随时把我们这个结构，我们人离不开这个结构嘛，有个身体，有个机械的这个，它不断老化，让它做一个整顿，让它做一个踩一个刹车，让它做一个回转。那从另外一个层面，你会发现我们连动，结构调整是动嘛，都在体会到心。其实我都在引导大家，不断的用感恩，就是在体会到心。这是想表达什么？你一天下来，你都很少不动嘛，就在动的过程，在做捷运啊，在走路，在办公，全部随时都可以体会到心。其实这是大概是主要的目的。
在动也可以体会到心，在我们在做瑜伽，这个瑜伽呢都可以体会到心，那在不动更要体会到心，到最后只剩下心。心我讲的就是还是回到大我，因为从我们人间角度你跳不到心，也不需要跳到心，最多是跳到最源头的一个点，这个点一个主体是大我，就不断的这样子，这个我所以才认为是那么重要。特别请我们吴老师常泰老师跟我配合，其实你们也都在旁边都知道，也没有什么剧本啊，最多就是前面我看他，他看着我，他想做什么动作做动作，假如有机会前面一两分钟我们稍微商量一下，很有一个默契，因为这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它是从心出发的，不是我们其实不在运动，不在做一个这个体操或什么，那个别人也可以感觉出来，它是从他个人的一种心理的一种状态转达出来，从我个人的一个心理状态转达出来，所以刚好两个有个默契。不是这次的活动，除了刚刚前面讲的那些之外，还有一个让我感觉非常深刻的，就是俯视静坐。那俯视静坐，我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子的一个体会。那会不会是也是因为之前有进化，经过了进化之后，忽然间去感觉到一个概念，不是常常在讲，每次的活动都会带嗡跟啊，都会说这个叫大家体会慈悲心。大家体会宇宙的一个爱，但是我从来都没有体会过，不知道这是怎么个体会法。那这次的俯视静坐，因为刚好有播放出宇宙的声音，然后才让我体会到博士常常讲的一切都是颠倒的。我让我惊觉说，一直听博士讲宇宙一切是颠倒的，我们的观念很多是错的，一切是颠倒的。那这次让我真正发现，哎，我怎么从来没有体会过，原来嗡跟阿代表的慈悲心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是整个把我的观念又翻过来了。所以在博士所这个全部生命系列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颠倒的，跟我们一般的体会是颠倒的。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像这次一样，忽然间有这个点让我转回来说，啊，原来嗡跟阿代表慈悲是因为跟宇宙的声音共振，之前没有真正去体会到，还有很多其他的颠倒的东西，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一步一步去能够把自己翻转起来去体会呢？好，很好啊，本来就一切是颠倒的，你记得我常讲说有意识 consciousness， 有意识才会有物质，是我们想是有物质有时肉体才会有意识，那我是 the other way around， 当然我才讲说这话要讲回来，我们在讲的意思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意思，对不对？当然那这样子讲没有错，有这个肉体，有这个头脑，有这个神经，才会有这个聪明，人间的聪明，但这个聪明是在整体没有代表性，太小了一点，太窄，太局限了。我讲的意思是个全部意识谱，你本来就有，是他要抓一个肉体，是颠倒过来抓一个物质才可以表达这个物质的能力，在这个能力的范围，头脑也还是有限制哦，可以体会到的意思。你看是颠倒的观念，但是从科学家讲也没有错，有这个物质，有这个头脑，有这个肉体，才可以体会到一点意识嘛。这当然也讲，但是我们讲的意思是全部的意思，所以就是这样子哦。那每一个人的切入点不同，那你的切入点可能跟别人不同，前面当然有这进化的作用，因为不断的挖空挖空挖空，那接下来还不一定是这个俯视静坐，可能是另外看了一朵花，或是刚前面讲到一个花瓣掉下来，每人的体会或是接触他的这个门户意识门户是不同的啊，你有你过去个人组合的条件比跟别人条件不太一样，所以对你特别这个有意义嘛。那你看到最后，你有发现我用水啊，用火啊，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因为每一个总是有一个切入点嘛，跟别人不同。那每人都有人讲这火对我特别这个啊敏感力道特别大，有些人会讲风，前面讲风，有些人会对不对呼吸等。每人都不同，但是重点就是不断的我们在进化，不断的进化，不断的回转。所以这个
就是这样子，就是它有好多切入点，每人切入点确实是不同，不能男生跟女生又不一样，男生跟女士切入点完全不一样，女士比较容易从感受，那男士是从逻辑从理性，但是对我都一样，都是工具嘛，所以这个让大家这活动好处就这样子，你这种共修没有时间的压力，对不对？我们有15个小时可以想到什么做什么，宇宙会带着我们走，所以啊才会有这种效果。那这一次你这样体会以后不要去期待追求，说不定下一次又落到其他的一个有追求，假如你期待哦我这个从好远看的地球，这个期待到时候那效果就没有了，自己消失了。因为重点不是那个体会，重点不是那个突然好像有一个突破，那是头脑在突破，头脑在讲话。等到有一天真正没有任何突破，那差不多了，你进入一个不动的状态，进入一个全有全部，在全部它不需要用一个点去声明它自己。你看这句话是悖论，它随时去定到自己，享受到自己，喜乐到自己，它不需要透过一个肉体来突然回转啊、哦！我体会到自己中脉打开，这里欢喜那里不舒服，那种他不需要，这是小脑在讲话，所以这就是自己要去体会，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但是话讲完什么都有，什么意思？你前面感觉是隔离的，是有个单独的，是你存在嘛？有 individual， 独就是有个个体。你有个个体性，你这个体存在，个体跟整体是分开的，个体跟别人是分开的。前面体会是很深哦，你跟人家讲没有是骗人的，你真的在体会啊。等到一天这个门打开了，意识帮你吞掉了，把整个小我把它化解掉了，你到每一个角落都在看的是自己。你看这个矛盾，现在头脑是矛盾，到那时候就感觉最自然的一个结论。桌子也是自己，这杯咖啡也是自己，全面这个空间全部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矛盾消失了。那时候你在体验别人，在体验自己，你看这样子对不对？那有什么值得去跟别人分享？我在体验这欢喜，欢喜是自己，我在体会这爱，爱也是自己，体会他痛苦，痛苦也是自己，全部都自己，全部消失了，这一片宁静。那这种矛盾，表面上的矛盾，是每人自己要亲手体验的，确实可以体验，这比我们想象的更简单，所以大家把它复杂化，认为这要有一个技巧，要有一个动作，要有一个 something 要发生突破顿悟，要就那就跑不出来，这个就是你。这个我讲的这个特质就是你，那你需要通过什么连结把它找回来？什么找不回来？你只要用找不回来的，它不是透过动，你看又是动，我们人只会动嘛，头脑想啊，手在动啊，讲话在动啊，工作也在动啊，对不对？连一个观念都在动，你没有动没有观念，透过动找回来是绝对找不回来。也他就是你，所以才会讲说你就承担他就好了，他好需要你声明是你就是他，但是你非要在别的地方找啊，他想关怀你关怀不了，他等了你不晓得上亿上多少年等不来，你还在那样认为你单独在存在，有个这个individual 怎么讲一个个体性，有个个体，你还有个个体，你看这是不是笑话？我们耽误多少时间？当然，这种笑话好像也不好笑，所以一般人会大哭，懂了会大哭，感觉是不可能，这个自己傻到这样子，这个冤枉虐待自己到这个地步，终于找到了，那个泪流不完，流不完，流不完。你常常听我讲少数人，我在历史这个用手指都数好，很年轻他
突然懂了，他会大笑，啊，这个原来是那么幽默，这一点都不懂，好笑得很。年纪越大，因为你走了太多冤枉路嘛，你只会掉眼泪。好，我再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一次就是我们的位置就700多嘛，所以其实大部分朋友是错过了。那这经过了两天，然后大家讲的这么精彩，没有参加的朋友 somehow 会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也会想，就难免会想说我怎么样可以 catch up。 那博士有没有什么建议，不管是参加的没有参加的？我们会办这个家庭会啊，主要也是出发点就是你现在讲的，我真的感觉对我们好多朋友啊、就是上次再重复一次，就是六月嘛，临时那台湾空地就空间就那么小，就那么少啊、有可以找到这个已经算不错了，但是加起来你讲不到800个位置，然后几分钟就整个我很多人跟我讲掉的眼泪跟我讲，我八点我就已经报名进去了，但是没有拿到。那有昨天晚上也有人跟我讲，你看是奇迹，我8:15才进去，诶，果然拿到了，那好得意哦。八点，你看我们听就是差几分钟，所以这个很不忍心，我们才今天办这个有点就是让大家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也是希望安慰每一位啊朋友，就是讲没有拿到这次这个票。不要什么难过，不要，真正我很诚恳讲，它不是靠一个活动，不是靠一个，也没有什么转达什么资讯嘛，啊，就是最重要是随时大家一个人往前走，怎么走就不断的再一次再强调，就是不断的进化，不断的练习，把心找回来，把自己找回来，把这个注意回的转一下，本来都在外面，我们认为世界好客观呢。这个客观，因为看到的，你也看到，我也看到，是客观呢，是真的，客观就是真的嘛。把这客观的现实去了解，会发现它是从我主观的意识延伸出来的，所以一点都不客观。这一点大家要亲自体会，不断的练习，这样就对了。我希望将来用什么方法可以弥补这一层。那再说好了，因为我本来也是想这次就最后一场最后一次了，这样子带大家练习，很多人跟我讲他没办法体会，好像懂好像不懂，摸不到一个边，或者没办法入门，真正那我所以才会有这个动机带大家，没有想到这次给大家带来那么多这个门槛困难，从各地来，对不对？甚至有些人我最感觉还对不起是什么，有些朋友他来到台湾了，礼拜六参加，前面礼拜四礼拜五也不知道，他可能会很后悔说，那天我脸皮厚，我不管那么多，当天来不是就好了吗？就差这一点，那难过会是加倍的，那这些朋友都值得要安慰，所以就这样子。那其他他不是靠一个什么突破，不是靠一个观念上的转变或什么，这些都靠不住。你观念转过去也会转回来嘛，你就是认为现在开悟也会开悟回来啊，开悟完了以后又什么呢？对不对？你还是回到人间，这些都靠不住，不是靠体验。就是很低调往前走就对了，就不断的守住自己的念头，知道自己这个念头随时把你带到这外在，带到这个世界人间，透过这个注意发现体会，带回到自己，带回到这源头，不知不觉前面还有点费力，不知不觉这个大我它随时你会发现它是你最可以靠可靠的一部分，你就轻松搭车搭到它。那我在活动里讲过去讲，就是像一个绳子一样抓着不放，跟着他走，用我在的呼吸可以体会，用大爱也可以体会，用好多方觉，对不对？不要觉察到什么，用觉知道自己在存在，
你存在，你不需要看镜子啊，我哎某某人看镜子我在，你随时都知道啊，它是一种很微细的很微妙的一种感受，你可以这样讲，到时候连这感受都没有了，就这样子从那个角度在看这世界，所以这样的话不知不觉一个人就就把自己找回来了，停留在自己了，回转到自己，它是不费力，这是比较重要，这是我们大家随时其实都随时可以做到的啊。我这一点我是用最诚恳方法跟大家做一个这个分享，像每个人我们就是有没有这种活动尽量往前走，这样就对了啊，这样有机会看这个，总是看这个宇宙的安排嘛，看有机会这个再说，那没有也不要挂在心里面，一切都好。那我们这朋友参加过的，这时候也把心再收回来，不要集中在一些体验，一些前面讲的一些好转反应，这个后面就发生了一些很激烈的反应，这都不重要。假如集中在上面，又自己也被带走了，又被带走了。他还是在一个体验的范围，心收回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用这种平常心这样就好了。但是这个我相信就是希望透过这次让你可以再投入再投入再投入，投入哪？投入到自己，投入全部生命系列，就是全部生命这个观念，就是投入在自己，自己在等着你，等了好久，看这个你可以信得过，你自己等了你好久啊，不是别人，是你自己。好，我想再分享一个。OK， 好。我想要分享这次我参加这个活动的个人的一个感觉、感受哈，就是我记得在一开始之前，博士一直觉得很抱歉，是因为这是一个连假，所以全公司的同仁都要配合出来办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帮博士做这样的一个帮忙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规划啊进行，我自己觉得很幸运，是至少我不用去抢那个票。我除了工作，我还能够亲身在这个现场体会。我就是这样觉得，好像有一点捞到一点好处的感觉。可是我觉得这一次两天的共修，我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感受，就是这些朋友他们从各地来，的确就像博士说的，他们是很多个国家一起来的。我认为好像从我们在服务台报道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些朋友好像是自己的家人，不一样的感觉，跟我过去在办活动的现场，就是我想要赶快把这些客人引进去啊，就是有点匆忙。可是我现在就这次我好像没有这种感觉。那直到最后这几天，就是我们这次的活动是连假的四天的前两天，那是第三天，我们是在慈济又有一个受访的活动。那第四天我们就快等于是连假的最后一天要受假了，我也遇到一些国外的朋友，他们抱着我说啊，好舍不得离开台湾哦，这个连没想到一晃眼这样的一个假日就要回去了，真的好舍不得好舍不得。我那时候顿然觉得说，哎呦，这些朋友虽然感觉是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可是好像我在服务我的家人，好像这些人明明不认识他们，可是就觉得怎么那么熟悉那么亲切，然后他们要回去我也觉得好舍不得，都好想抱着他们，我自己都觉得想要跳眼泪啊。那后来我也在我们门市珊珊这边，就是店长这边给我的一个 feedback， 他也是说啊，这些客人他们都觉得怎么四天一下子就不见，就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来。我就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真的不是在照顾我们的这些粉丝或是我们的这些读者，好像真的是在照顾我们自己的家人。好，很好，你当然这个一方面又谦虚了啊，又很这个客气啊，又发心讲这话，这个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同事也是很可怜，好不容易这个四天假，对不对？这是一年有几次啊，那都本来规划去这里去那里，这个把你们大家叫过来要服务两天，还要带着充满的这笑容，这种代表我们大家整体，这是很不容易。所以我常常会讲，是把你们大家都骗进来啊，是我帮你们骗进来的，帮你们找回来的。表面上是你们自己，好像啊，这个环境嘛，工作环境，其实是把你们骗进来的。
那变进来的意思就是说，是要做事，是也应有个机构嘛，你要把这个养活，把这个机构，它要靠，不是靠别人嘛，是靠自己，靠那要有个经济上的一个层面嘛。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更重要是个人哦，个人就是我就是期待看大家都成长，那成长的层面是又是回转回到自己，你自己在等着你自己，你的自己在等着你这个观念，所以最多是这样子啊。那你看我们礼拜六到慈济，对不对？大家已经很累了，你们又跟着去，大家又这个，那慈济的这些朋友第一句话跟我讲就是你们这个群，这个他们也用这个团队，神圣的团队，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听几位服务人在当，其实我们慈济的同仁也是跟别人不一样。我常讲你们才跟别人不一样啊，都跟我很熟。我说其实我到慈济就是回家一样的，但他们就在反映，就是你们这个团队不管是从哪一个国家什么，就是他很宁静，而且他不是，他也不会抢这个抢那个，就又守规矩，好像这个水准不一样。我听着每次很高兴，就是全部生命希望已经可以影响到每人的生活的步调，每人生活的这个一些习惯，或是反过来他已经受到影响，他个人他这一生，然后这些人被我们吸引过来都可能。那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昨天晚上还有位朋友在跟我分享，跟你讲的几乎是一样，就是他认为这些，他讲了哪些人，有些是国外，有些是国内，根据过去不熟，但是因为他站在一个可能站在一个出版或者站在一个另外一个角色，他认为就是很乐意帮助他，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服务。但是在无形当中发现，诶，奇怪，这些朋友从来我也不认识，我感觉跟他们一个默契，跟大家一些价值的观念，比我在周边更好像更深刻，更有这个更亲密，所以这样子又踏出来更大的一个家庭一样的。他昨天晚上跟我讲这些话，就像你讲的，用他的语言在表达，这都是好事。到最后不知不觉会有个团队出来，神圣团队，你也听我讲过，都是三个。这些不是说我们在办一个组织，绝对这是没有组织的组织，大家只是为这个题目，生命到底是什么，在追求追查这个问题，他会有个共同的一些观念，共同的一些经验想分享，这都是好事。那接下来也不要太认真嘛，我们也不要把这当作一回事，就这样子看有机会是不是在我们再说。那我还是希望祝福大家，对不对？就是希望大家就把心收回来，心收回来就是得到最高的祝福啊，是宇宙来祝福你啊。接下来就接下来谁啊，我们就随缘。我有点不好意思问，因为我觉得好像在幻想。没关系。对，因为这两天的活动哦，因为刚刚是星星这样提，我是真的有这种感觉，觉得来参加的朋友，他不是因为报名一个活动来，他是跟我们早就约好来的，那个见面的感觉真的不一样。然后这个不像是一个台北的活动，这是一个世界的活动，因为这些朋友有一半是来自世界各地，有欧洲，然后有美洲，你想不出每一个国家都有代表派来了，然后大家不是报名来，是约好来的，那个见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然后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好意思问，是因为我很怕是我的幻想，我觉得大家好像是来参加一个爱的同学会，然后每个人带着爱从世界各地来。那在会场的时候，我在练习的时候，当然除了博士说过练习比理论更重要，这个我当天那两天我真的感受很深，因为没有做练习或是读书的时候没有做书中的练习，那个理论真的是理论，那两天的练习实践下来，我真的发现原来练习是这么的重要。然后经过了一些练习之后啊，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爱的感觉越来越浓，然后来自世界的爱，还有博士对大家的爱，然后那个爱的感觉
我那两天我觉得我都产生幻觉，我不好意思讲，我连我先生都没有讲。我觉得爱好像不是名词，爱好像变成一个物质，变成一个固体的很硬的东西出现在那两天的会场。然后我也在想说，我是不是产生幻想了，就是为什么爱会变成一个很具象的物质，然后出现在那两天的现场，而且是几乎是你可以感觉好像要摸到爱。然后我想说，诶，会这样吗？这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情境吗？啊，那也请博士给我一些建议，谢谢。很好，恭喜啊，恭喜你啊，会讲这些话。你讲的啊，就确实是这样子。爱其实它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它到最后它这个浓度啊，它的密度，它会变成比物质还真实。然后你会发现又是颠倒的，物质是爱组合的，连到最小的分子，小分子，小小的分子，它都是有一个 attraction， 正负正负这样子组合的，正负组合这个吸引就是一种爱的表现。所以啊，这是啊，这个也是在一个过程，每个人都会体会的，好像这个爱好像可以从空间抓下来，它真正有一个东西叫做爱。这是确实是这样子，甚至到最后你发现你到东看是爱，西爱，全部一片爱，那没有东西不是爱，那这样子的话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计较，还有什么东西过不去，或是 要跟别人去强调，或是声明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观念，自己的这个这个权利或什么，你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只认爱吗？只能表达你的领悟，至于的责任是爱嘛。所以啊，这两天是这样子，我其实我也是不是光在这活动之后过程体会，是老早体会啊，所以才会进入一个安静的一个状态也好，一种会自然会想吃淡清淡，会想断食，想这个想体会到大家这个这种爱，这种啊这种状态带着这种来啊，大家都可以体会到啊，都体会到。所以刚刚也讲到是各地的我的朋友都体会，他怎么体会就表达这个场，生命场，这个爱的场啊，他不受到时空的限制。你看这个很多人听着会感觉很绝，但是确实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活动的意义在这里。那我自己也特别感谢你们大家，我们大家同事也好，每个人哈，甚至没有参加的人，没有参加的人，你看我们从几个礼拜几个月就开始知道这参加的人会很有限，要不然我不会花那么时间还做用这个请我们的梦里，请我们大家这个把这个我们过去办的一些活动办的录音或者都转出来，因为知道这样用这种方法带着大家，也同时弥补这个，看可不可以啊，给大家一点安慰，让大家知道这个两天活动不能取代一切，最多只是一个，只是像触媒一样的带动一下。那接下来就这样子，你很好啊，你体会这样子，这个接下来还会有很多精彩的这些变化，你会亲自体会，不要去分析，不要去分析。把它当作一个幻觉啦，放掉，它会更深的扎根。你去分析，它落到别的层面，都是头脑的层面。现在从心的层面，你现在讲这些话，就这样让它放过它。好，那这样谢谢了，谢谢大家。好，那我想问，就是说，我们十月十二号在慈济有一场活动。最终的真相，拥抱生命全部的爱。那一天的话，我觉得很特别，是说第一个，很多人他是参加两日共修以后再继续来的。那第二个，我也感觉到说，博士那一天就是进入一个，就是谈的层面很，我不晓得要用深还是用什么来描述，但是对我来说就是跟一般的分享很不一样。那不晓得就是说博士是不是拿那一天作为共修的补充，还是？是啊，是这样子，对，讲得很好。啊，我们的可以算是第三天，十月十二号、十号跟十一号都有办好大的活动嘛，啊，15个小时。
那没有想到好多我们国外的朋友，甚至有些朋友没有啊拿票，10号11号没有得到票，12号才参加。那有些朋友当然是前面两天都参加，所以从我的从脑海里面是确实是有很自然的把它延伸变成第三天，所以特别也请大家提早来啊，我们提早了一个小时啊，带着吴老师，我们吴太啊长这个常泰老师一起做前面做结构调整，很精彩嘛。那我发现这是一个新的这个场地，我也是第一次去，很漂亮，最好漂亮。那啊，就是大概我看前面就是有700人还是多少，甚至更多都可能坐得满满的，还有到第二这个场地，好像也有是700多人多少哈，他们跟我讲一个数字，加起来就大概1000，就两个加1500，还有要打开第三个空间，就我相信那天好像有1700个人，甚至可能更多，因为后面我就离开了，我看已经离开的时候已经坐得满哈。你看，也是这个，要感谢我们慈济的朋友，大家虽然是移工，那你我们回想就他们的这个热情啊，怎么去招待我们，很温暖的。但从我的角度，我认为很难得这个机会。有些人从早上，我听说早上10点、9点多就在排队进去，所以我有点舍不得把大家还是早一点开始，这样子临时又做一个变更，当天早上跟大家这个宣布。所以又造出给慈济的朋友跟我们大家啊，这个接触的这个啊，许多这个读者也好，朋友相当多困难，这一点要跟大家道歉。但是我想那天透过这种机会啊，让我就是好像可以连续前两天在讲的，所以我的步调很快，没有啊前面考虑到说做很多介绍，这对我们这个亲儿。啊，这个多年来的这个主持人也好，都好朋友了哈。我们是亲爱的亲儿，讲，对他也是很抱歉，因为几乎是我很快步调在讲，也没有给他机会真正让他问这本书啊。我们本来是要谈这个大我，或是在谈我啊，一个弄错这个就是身份的个案这本书，到最后。完了就是我想讲什么讲什么，就是来这个分享什么叫做这个意识的原点，用不管是在，不管是爱，不管是这个乐，不管是这个觉，或是这个知啊，不是我说不是知道什么，不是想到什么，不是觉察到什么，不是这个在哪里啊，就是还没有。延伸出来念头前有一个很原始的一个点，轻轻一个点，这个点离不开我们，离不开我，但是他还没有伸出来头，他还没有抓一个捕捉一个客体，所以我把它称为是大我，就把这个观念就直接丢给大家，然后请吴老师带大家一边，我总是很享受在动啊，让我再用这个引导大家。那我认为这种场面对我是很，我自己很珍惜。为什么很难得这个机会，慈济给我一个平台，让我可以跟好多国外的朋友分享。像我们在美国，甚至在欧洲碰到很多朋友，他是透过慈济这些节目才认识我们。电视嘛，这个年代大家一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到有个镜头，所以啊，就比较直接啊。那这个那同时也感觉很可惜，就是我们前面那个座位，第一个。这个场地就700-800人最多，很多人就差几分钟排不进去，跑到第二次，所以我打破他们一个规矩，我会跑到第二个现场停留15分钟、20分钟，跟大家在沟通，在讲话，从心里面在心对心的对话，然后又跑到第三个市场，所以才需要早一点开始。我认为就是从大家从各地来的。那天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国外的朋友大概几乎是一半或是更多，甚至不是台北的朋友可能是远远超过一半，很多是台南、台中、台东啊，屏东，好多各地的来啊。我认为不更不用讲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啊，我几乎好像都是美国，
我发现几乎每一只要问下去，每一州都有代表，纽约 New Jersey Florida 这个华盛顿的这个州，德州 Ohio 等，讲不完的。 那加拿大有五个大省，它总共加起来有11个还是12个省，五个大省每一个都有来 Vancouver Toronto Ontario Alberta， 甚至连这个 Montreal 就是 Quebec 都有。所以我感觉好难得，好难得这机会，也是感谢大家宇宙给我这机会，让大跟我直接，让我直接用我的方法跟大家沟通。那天稍微有一点机会让我，因为人太多签书嘛，我发现签三个小时不断的签嘛，你们在朱金老师啊大专我旁边都在帮忙，再怎么快也快不了嘛，也快就是有也是。那我利用的机会也是跟大家，不管我就抓着手跟大家有个互动，然后问他从哪来，然后打打气。本来想对每一个朋友做一个熊抱，但是时间不允许，所以也是感觉也是有点可惜，又珍惜又可惜。因为有些朋友我知道他失落很深，这一生碰了很多，好像留下很多创伤，我一接触就晓得。可能有很多这个负面也好，或是一些忧郁的念头还存在，那可以让我有这个机会，本来想跟大家抱一抱，熊抱，安慰一下，但是就是时间问题，就跟最多抓一下手，签简书，但是这是很难得机会，好像我们可以把大家用透过这几个活动，让大家有个机会可以可以得到一个互动，得到一点安慰，团结起来，这是相当不容易。从各地来的朋友，我们创出一个意识格、意识网啊，意识等于好像在地球一个网格串起来。我认为这个机会太难得，太难得，也是非常感谢这个大菩萨、佛陀，这个整个宇宙的佛在这个保佑、在加持。天使长啊等啊，这个我认为都是难得的机会，我非常珍惜这个。我们慈济那一天后来将近三个小时的签书，那这个过程我在旁边，我看到了很多的朋友从远地来，那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看到他们每一个人就是带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每个人身上好多故事，甚至很多读者可能前面参加了两天共修，那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是宁静，但是宁静的底下好像又有很多很多的情绪啦，或者是像博士刚刚讲的创伤。那但是两天共修也结束了，慈济的这个演讲也结束了，最后大家还是要回到生活，那是不是可以请博士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就是鼓励，或者是一些这个爱也好，怎么样就是让大家回到这个生活里面的一样，可以把这两天共修的一个能量跟共振一直维持下去。那天首先还是要感谢你，我看在旁边也我也忙不过来，你也忙不过来，我们都在动作很快的这个，一方面又考虑到这个排队那么长，那又舍不得嘛，就像你讲的，我也是深深的体会啊，这个结，情绪的结，创伤的结，留下来是很明显，就是太明显。那也是希望给大家打打气，鼓励大家继续走下去。那是没有错，你讲的，因为做那么大的进化，就是在头脑踩了一个大的刹车，情绪上踩了一个大的刹车，一个甚至一个回转。那又要回到生活当中，要努力，要去奋斗，是有个在短期会有一种隔离啊，感觉好像回不去，或是感觉投入不了啊，这是很正常的，不要特别去分享，因为这一生有这机会可以有个 time out， 有个那么大的一个进化是很难得的，所以这种体验啊，这种好像不适应或是感觉不对头，是难免的，一定会多多少有都会有的，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一样的。那不要给他特别有什么意义，
不要去分析，让他这个来怎么来，这时候就要做臣服，怎么来就让他怎么走，就照顾身体啊，多喝点水啊，不要感冒啊，啊，可以睡觉，多睡一觉。那这个像我自己，平常睡得很少，对不对？但是啊，经过这种啊，我就知道自己会猛得大睡，因为对我睡可能是个选择，我可以选择睡，也可以选择不睡。那经过这个，我知道我要休息一下，要把它这个调整一下。那就这样的休息过来。但是啊，我们其他朋友，我认为就是这时候这个饮食啊特别注意，吃健康的，吃这个清淡的啊，饮食不要太重。这个运动，这时候到外面走一走啊，有机会多走一下，多运动一下啊，水啊，喝好水啊，然后念头也不断的，就是刚刚讲的用臣服到底，什么来让什么走，再怎么不舒服，看着他，让他扫描过去，他本身会留下一个种子，一个像一个根一样的扎了一个根。这次经过这样子扎了一个根，很多人一生没有体会到这种宁静也好，或者一种转变，他自然会体会到很深。让他就这个根扎进去，不要特别去注意也好，但是用一个回转的方法，就刚刚讲，不断回到大我，会把这根培养起来。那这是很难得，我想这一生假如把这个根这个种子发芽变成一个啊根越来越深，投入啊这个啊潜入到自己真正的自己，那这求不得的。这一生就是可能扎了一个根，意识上做了一个回转，然后接下来一步一步走下去。不要想太多，不要分析太多，不要顾虑到太多，不要计较太多，就不断的回到这个意识的源头，降化这个这生看可不可以搞一个段落。假如可以做到这样子，那我只能大恭喜每一位认为就是你终于找到一个人生的方向，大方向，而且没有回头路的方向。这是我们这生来其实它本身就是我们主要的目的，希望大家把握住这一生。